物件向上拋的時候，它的動量在整個過程裏面都是守恆的。這句呢是一定是錯的。這句錯的原因是呢，一個物件在什麼情況下，或者兩個物件呢才會動量守恆呢？就是要沒有外力影響它，沒有 external force。 如果你將它向上拋，它其實沒錯是有一個向上的初速，但是如果我們一路觀察著這個波，其實它都是有個地心吸力影響了它。所以如果單一物件來說，那個地心吸力它的重力其實就是個外力，所以其實影響它會不斷減速。所以影響它不斷減速，它的動量的數值你會見到它的質量成個速度，速度的數值在一路變，所以動量的數值並非守恆，所以第二句都是錯的。